好的哈，这个五点零汉条，这个四点零汉条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五点零汉条，哦，直接给你焊接。啊，这个是200的清水排变频定焊机啊，哦，用五点零的焊条加吸氧，来你焊，要大力敲击起伏。啊，起伏之后要微微浮高。哦，目前是5.0的焊条。你做水电的没有经常焊接吗？哎，对。因为我看你的手法不是很熟练的。对了。闭嘴。对，真的。要我焊给你看吗？好。这个啊，敲击起伏，瞄准好，然后车进，然后这样子。这是5.0焊条，然后我们要不要换4.0焊条？好，再量一次，能否4.0？哦，4.0焊条，我们都一镜到底的了。啊，这个可能会有接触不良，所以只要说尽量摸一下哈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清水台的超级电焊条300A，啊，这个用5.0焊条，现在短时间它不会灼热，长时间4.0焊条也很好焊。啊，这个、表面都是壳，所以要大力一点，这个焊接后的壳没有敲掉。这个是4.0焊条。我们200的变频电焊机，5.0焊条都可以焊的4.0正可以啊。哦。啊，给你玩。重点很好起伏的。你正常是这样子吗？因为他刚刚有说跟别人接的那一台，你用的归282，哎，用的归282，陆龟波，眼睛肿起来，小小台的，哎，你怎么有肿起来了？哎呀，我整个眼睛肿起来的，还没戴面罩呢。哎呀，赶快来买顶箍啊！赶快来买顶箍啊！那你就接着走，正常啊，不是这样起伏是正常的吗？这个才是我想要的，这是我们要的啊。人家推推推荐清水牌啊，大陆机那个小小一台像木子的那一种的啦。可能我没有用过别人电焊机的，我们家电焊机起伏是这样子的。真的赞赞，我不知道别人家是怎么样的。真的赞，真的赞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。昨天我起起没办法起，起到起了，起了，再进看了，你再看。哎，矿业直接你血压也高了。对啊，昨天我用到整个波浪大会，晚上就中奖了。我不懂为什么吐了一下，想要吐。没有啊，他那个像项链子那么大台啊，你要吐几包吐到底下点看啊，你吐了不会，这摆把酒看了会倒起来，干的，红紫外线啊，啊你摆你这摆要烧干的掉的，这摆拗起来啊，靠呀，你干么啊，把酒看就有，懂意思了，所以他不是一碰就有，没有，是你要偷看的时候他就有，对啊，对，我昨天那还假汗，点下去满汗，我们是满汗，就下去是假汗，假汗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聊，我吧。表面它没有融下去的。OK， 关设备。关什么设备？看一下。需要怎么关？在后面。在后，这里。哦，这个。对。关掉就好了。对。OK， 哦，到一点点。啊，你若是。啊，这个越薄要越弱哦，电流表哦，我喜欢这个3mm的，我喜欢在，譬如说105，我就要日后都记住105啊，
五米里的我记得都是连123哦，我就五米里123，这个你的印象大约了啊，越后要越小，哎，越粗要越小，嗯，哦，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。对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他都定了。哎，啊，今日放假，较歹势，无我都有真多人甲你服务，咱甲你处理了，就是用安尼。哎呀，安尼有就很好的。哎，你看现在个模啦，啊，今嘛今嘛嘛安尼七点模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安尼我关掉吼。好。哦，安尼就。